我的归来。烧吧，可以交上的经验闻不到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一击能堵到他位置的话他就很难受了，就怕一击找不到他位置，他上来 Q 三个柴球小兵就难受了。他这种情况下只要回家他是必炸的。大大就好了。闪现是不是太求稳了，兄弟？他们已经急了，他玩不了了，他翻不了身了。清算就要来临了，这线不要给他对我。哎，怎么突然这么卡呀？不然 Q 回来，我的仇恨沾满鲜血。渣子，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东西，渣子，又一个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人人有份。慢慢补，把残忍带给所有。点好了，一会儿再越了他。这线直接推了，再越他一波他就玩不了了。我要把名字刻在他们的头骨上。先消耗一下。相信比奥吉沃特的鼠辈，
刀吧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他妈的。哎，怎么又掉帧呢？你们刚有没有看到？我那个电脑机箱一然后它就掉帧了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更多火药。好。上热不够吧？不会呀、啊，我水冷三个风扇加机箱三个风扇 ，CPU 三个风扇，这散热不够搞毛呀！而且现在天气也不热呀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，渣子。这一是不是开得太慢了？又这样，为什么呀？有毛病。又一个，一刀砍他们，合不拢嘴。你还在中路清线的吗？啊、这个人好他妈过分你！
killing spree.莫名其妙，当心炸药桶，小子，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为什么又十三百块？我以为他不值钱呢，他怎么又值三百块？不对劲不？受不了了。这比卡牌是真的是副作用啊，上路优势，下路优势。居然跑不过卡莎丁，我他，这真是牛买！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Your
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卡牌除了大招能支援还有什么？不是卡牌清线快呀，有线权的呀。你并不是说你只有大招能支援，你一扎红牌一发 Q 你就能把兵线清了，你怎么可能跑不过别人呢？你能不能跑得过别人是在于你清线会不会比别人快，你卡牌清线怎么可能会比卡扎丁慢呢？就你一张红牌一发 Q 一波线就没了。就需要那个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。当心炸药桶，好手毒。仁慈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是不是以为只有一个人？大海人们背叛了我，渣子！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更多火药，又一个，没能力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卡莎打不不然能杀的再开一眼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
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今天这破电脑有问题，它那个风扇一加速，我这里就掉帧。丢！不要有侥幸心理。我虽然失去了传统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我们不留伯考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蓝凯是不是加强过呀？感觉伤害跟比以前高好多。我记得以前三件装备，他不可能要把我打死。以前他这一套伤害打完，我还剩三分之一的血，死不了，有点假。就需要那个，我的仇恨真是些许。好受多了，当心炸药的又一个背叛，这是在伤口上撒盐以刺人。 Killing spree Double kill。我操！抢我四杀，都抢我五杀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Kill.这比啥的我都难受啊！哦。